我是农村养花匠，现在生活中养花成为我们的首选。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房屋新装修材料、电器辐射和病毒的影响，而一些花卉能够吸收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甲醛等，并能释放氧气。在我们居住的房屋内，玄关、客厅、卧室、阳台和厨房等，怎样选择合适的绿植花卉来净化空气呢？首先从玄关和客厅，我给大家推荐这几种。在玄关部位，我们可以摆放发财树、琴叶榕、绿萝、榕树等，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玄关部位摆上花，为整个居室增添了别具一格的感觉。它是居室的主要部位，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玄关的绿植必须一年四季常青，出现枯萎就不能摆放在玄关了，我们必须立即更换。通过绿色植物花卉装饰，可以帮助营造美丽而又温馨的玄关。玄关部位我们切忌摆放带刺的植物，像这个仙人球、刺梅还有玫瑰等，以免造成误伤。像客厅是接待朋友和一家人活动的主要场所，也是电器辐射比较多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绿色植物，像大型的发财树、龙铁树、八喜木、仙客来等。大型观叶植物以吸引人的视线，在家具较少的客厅里可用来填补空间，创造暖意。它们也是客厅中不可缺少的，将它们摆放在家具窗台上显得大方又格调。小型的植物可以放在台面上，垂钓植物可以悬挂，显得绰绰有致，层次分明。要想让你的客厅营造一个古朴典雅的氛围，我们可以以盆景为主景，像我身边的澳洲杉可以把它摆放到一个明显的位置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给大家留个小作业，大家还知道哪些花摆放在玄关、客厅比较好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村养花匠。上一期给大家分享了居室内玄关和这个客厅适合摆什么样的花，今天我再给大家分享阳台和餐厅适合摆什么样的花，既净化了空气，又显得不具合理。每家的阳台采光率是不一样的，如果你家的阳台光线比较强的话，可以选一些西洋性的花，像金菊、桂花、七里香等。如果阳台光线比较弱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耐阴的花，像茶花、四季秋海棠、橡皮树等。因阳台的通风条件较好，要养上一盆香花之类，它散发出的香味能给整个居室带来清雅闲居的感觉。因为餐厅是我们家人每天用餐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在餐厅的墙角上摆上一些大型绿植，你像幸福树、鸭掌木、平安树都是比较好的。这几款花净化空气的效果很好，它寓意着家人的幸福、和谐、平安。如果餐厅的窗台上有空余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摆上一些小盆栽，看上去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还知道哪些花能适合摆放在这两个位置，
家好，我是农村杨花匠。菊花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，它的品种很多，有秋菊、千头菊，还有其他品种。这是我养的千头菊，马上就要国庆节了。现在我们这个周边这些学校，包括这个单位上，它都摇上几百盆来摆个造型，庆祝国庆节。有位朋友在这个视频留言中说，这个我养的菊花头年开花，为什么第二年也长得高也不开花了呢？其实这个菊花它养殖很简单，关键是一个管理问题。你这个特别这个千头菊，它在这个生长季节，你必须得给它经常的给它剪枝，在夏季的时候生长旺盛期你给它修剪一次，春天的时候吧，芽子在20多公分高的时候，你可以给它中间给它剪上一次，夏季给它剪上一次，到这个立秋之前前后3天吧，你都不能再给它剪了。再剪了以后，它都影响它这个花芽分化，影响它这个花蕾的形成了。养殖这个菊花，你这个栽植用途，你必须。来摆一个创意造型。